西河年间，琼海之边的宗野岛上，天氏族人世代居住于此，安居乐业。而谋士高靖企图篡夺田氏族长之位，一时间岛内生灵涂炭，田氏一族危在旦夕。还望邓护卫早日接回林羽，护我族人，救我宗野于水火之中。幼年受田氏祖母归服照顾的侠士林羽，收到邓阳书信后，日夜兼程赶往宗野，誓保田氏一族安危。什么声音？海里好像有东西。是章鱼怪，立即戒备。小林雨，小林雨，你过来，把我的梳子给我。田氏祖母温婉仁善，收留了很多可怜的街头乞儿，林雨便是其中之一。不知此血能否救族人于水火之中？
小林雨，小林雨。林雨还是来了。你能回来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林雨有一件神秘法器，了因果，解情结，断执念，是妖物天生的克星。看来这林雨还没领悟其中真谛。雨露，觅其心智，夺其法器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尊主。尊主，他。雨露，因情而生，自有用处。炼就结魂丹需要大量生灵火，待下次月圆之夜百妖夜行，便是大功告成之时，绝不能让林雨坏我好事。燕爷爷的酒葫芦，那些妖怪把它给我。放屁，什么妖怪，你爷用了十几年了。再来，爷爷就不客气了。主人。
那个妖精吸了一个孩子的生灵火，将他给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什么生灵火、死灵火的？我看你是喝醉了，你就吊在这儿醒醒酒吧。这些人都被吸走了生灵火，妖乱背后一定有阴谋，要尽快见到邓阳护卫。喂，你没听见鬼笑吗？别跟着我。哎，我叫燕十二，你呢？哎，上你屁爷爷的葫芦！你那么有本事，也不在乎这个铁疙瘩，借燕爷爷玩几天。你是谁？你我有过一面之缘，我一直在你内心深处。虽然……你到底是谁？公子，小女雨露。你们这群妖怪，惹你燕爷爷！
好用啊！哎哎，借爷爷玩两天，我也玩不坏。谢谢，谢谢。留下来吃顿饭吧。留下来吃顿饭吧。其实和你交朋友，也不吃亏吧。我不交朋友。为什么？感情会乱人心智。有藤条，用这个洗洗手吧。我自己来。公子何不待明日天亮再走，夜路多妖险。你怎知我要走？余路最知公子心意。我虽未看出你眼中执念，但也知你并非善类。你救过且留你性命，好自为之。执念是藏不住的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干什么？她是妖怪。她是我女儿，放开她。我说了，她是妖怪。你确定放开她？放开我女儿，放开她。爹爹救我，放开她，救我，放开我。尊主的命令，你就不怕弑父之痛吗？尊主只说要迷他心智，没让我杀人。这个妖怪吸收了村民的生灵火，我的法术暂时对他无效。叶生，快，主隐。女儿，女儿，爹爹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藤瑶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没事就好了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多谢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
喂，我要往这边走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哎，你若无事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哎。是野四方召集来的木妖，森林中可以乱人心智，所以行走的时候必须手持明火。我不再听命于他了，让我跟着你吧。他是谁？我只知道他是纵妖者。痛能忍，情不能忍。此番他是跟定了林雨。我们进森林时是逢魔时，是妖魔最猖獗的时刻。我们一定是入了他的逢魔障，天色才越来越黑的。啊！其实同样也是可怜之人，身怀六甲却被丈夫抛弃，被家人拒之门外，流落街头受尽白眼，一个人绝望到顶点，死或许才是解脱。所谓妖，皆是由人思而未得，求而未成的怨念，一味斩杀无法将其真正消灭，所以就如那藤妖一般，终会怨念重生再来找我们。他敢来必死。情妖都是苦命人，雨露，你本是金殿书所化，因他生，因他死，如今他与你人妖殊途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
我之前的确是受命接近你，可这次却是真心。我知道，你不必多说。希望他下次重生不要太快。妖阶是由人思而未得，求而未成的怨念情结所化，也许只有结情月才能彻底斩除他们。结情月是什么？我在外游历寻得的法器，只有法器与心意相通的时候才能驾驭他们。那结情月现在在哪儿？前日我上岸时却和金殿书一起被藤妖卷走，想必此刻已在这百妖夜行的幕后主使手中。你带着我去吧，等妖乱平定之后，我跟你一起将结情月找回来。我唱首歌给你听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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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辈斩妖除魔，必结情断义，方能唤醒结情月的真正力量。障的边缘，只要将外边的阳气引入，就能打开屏障。拿着，一会儿风会很大，躲到后面。闲事的淋雨悲愤后礼。
小丽，你过来。小林，你过来，把我的手放开！不要跟我先走了，林雨，林雨！怎么样？有时候身边多个朋友还是管用的吧？啊？你没事吧？人家姑娘挺好的呀。哎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习惯了。总要确认一下是敌是友嘛。这个习惯不好。哎。我之前游历各国，返回宗野，没想到船只中途遇难，是邓阳大哥救了我。后来又将我收为亲信内卫，现在整个宗野都在疯传谋士高进趁机作乱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特来寻大哥。可是我赶到军营的时候，军营已经出事了。想不到你也是为救邓护卫。我顺着军中的球员标记寻到这里之后，就看到了你们。邓大哥的亲卫，我是邓护卫的旧部燕十二，听闻护卫有难，特来效微薄之力。我是邓护卫的旧部，我是燕十二。妖化了，不再是必须杀掉他。谁陷害了邓兄？把剑丢掉！
要不我就杀了他。好个痴情郎。万法归宗命。堂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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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，我带您出去。可否将安城之事告知一二？当年归父祖母乘船罹难，族长悲痛万分，高进从海上救回一名与祖母十分相似的女子，讨得族长欢心，族长从此与那名女子日日厮守，大权旁落，待到醒悟，为时已晚。高进早已掌握了整个天师一族。这么说，是高进布下结界，造百妖夜行之乱。可整个宗爷已经掌握在他手中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邓护卫，有一事可否告知在下？林雨，请讲。祖母现在身在何处？是生还是死？祖母她祖母怎么了？堂兄，堂兄，堂兄！我们还是不要贸然去安城的好。那高进厉害得很，定会在安城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们。不是我们，是我和燕十二。以后你别跟着我了。为什么？你会拖累我。你知道，真正的意义。你都知道。
不要老板着脸，我也不想认。走吧，这里都是高警的势力范围，我们不要打草惊蛇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我都不认识吗？不是宗野第一月季萨库拉森吗？是你们高警大人请来的客人。高警大人，您请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又怎么了？这又是何人？这是我的仆人。嗯。走吧。没事儿，你去田府，我去找高静。时候不早了，福二也累了，扶福二回去。我第一次见他，也与你一般。正因如此，初时才受了那高静的蒙蔽。你是邓阳护卫的亲信？是。林雨回来了？是。你多时了，有什么妖术就都使出来。Oh!
遵命。等等，除了祝林玉降服高进，还有一事烦恼。我的姐姐田氏舒扬当年并没有死。为你布下的局，我赌的就是你对归服的用情至深，任凭你如何理性，你也逃不过人世间的至情至深。不，玉露不是假的。那只不过是一把梳子罢了，你弄丢的那把金殿书，今日我便用你做这百妖夜行的阵言。不持正道，最要紧的是心无杂念，斩断情丝。可所谓结气太难。怎么又回来了？赶紧走！我去给你找回了洁清月。你敢坏我的好事！洁清月的洁不是断洁的洁，是了结的了结的洁。燕爷爷来会会你。我的姐姐田氏舒扬当年并没有死，是被高静劫走藏了起来，我要你帮我把她找出来。遵命。然后杀掉。
没错，我比他更适合做族长。他爱上外族谋士，意欲下嫁，辱没本族清誉，死有余辜。灵妖竭尽而生，我死了，你的雨露便也即刻魂飞魄散。不要顾及我，我只是一只金钉鼠，幻化成妖，只是虚幻之相，是假的。好一个虚幻之相，灵雨，他是你对鬼符的念。寄托金殿书而生，是情妖，从生到死只爱你一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你眼中看不到执念的原因。你的执念就是我。林雨生，雨露虽死，但整个宗野苍生都能得救。林雨死，雨露和整个宗野都要随林雨辜负皇权。雨露不想因我一人累及天下苍生。做你该做的事吧。我爱的林雨是个不持正道的大英雄。雨露最知公子心，收集七千生灵火，只要再有两千，就可以炼成结魂丹。对不起，舒阳，来不及了，请你替我好好活下去。雨露，雨露。
喂，你觉得雨露会回来吗？我可是听说了很多擎妖成人的传说啊。妖是没有灵魂的，所以没有眼泪。那天你赶走雨露的时候，我看见雨露流泪了，所以说啊，他是有可能回来的。保重。